好，我是小 M， 我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就是最近在 FB 上面呢，看到很多朋友在挖耳朵，挖耳朵工作室也非常爆红，我有去体验过，但是因为它真的太难约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，感觉是这个挖耳朵的神器，叮叮。哦，这个不是业配，因为我本身耳朵是土石流跟很多沙沙的，所以我今天要来看一下在场的网红们的耳朵里面到底是怎么样，让我看看，不要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阿咪，好，来访问一下你耳朵里面是什么状况？流沙吧，流沙吧，所以你是？我是湿的啊。最近刚好觉得我右耳感觉里面有东西，我一直刚好很想挖。这个东西呢很有趣，就是它这个打开，它这里面呢有很多个，我们俩可以每人署名，比如说阿咪谁谁谁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这样子，它就打开。就这个探照灯，这是探测矿山仪器。是肖医师，肖医师要来帮咪小姐看一下，我帮你探照一下。天哪！哎呀！哦哦哦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是不是这个地方？啊，对。啊！我都还用不到你，你不要叫！不要叫！你慢慢的啦，你慢慢的啦，你慢慢的啦，我还用不到你，不要紧张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。可以吗？会痛吗？可以，不会有问题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啊！嗯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它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很痛吗？很痛吗？很痛吗？不会不会，只是有个片。你不要叫我，好吧？有了，其实很小，你看这超大，其实它很小，好酷哦！而且哎、欸，有毛哎、欸，看得超清楚，有一根毛，应该是我家的狗毛。你家狗毛太扯了，真的啦！哎、欸，很大个，就是它啦，我最近就觉得有。那现在还好吗？现在。痛吗？可以。你的耳朵其实是干干的，哎，这样。那可以挖兔子耳朵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那个卫生纸掉到地上了。啊！我的耳屎，谁浪费？谁浪费？很珍贵哎，女神的耳屎，浪费卫生纸。这不要浪费卫生纸。小燕要来看一下自己耳朵了，因为大家都说我耳朵很可怕，就是土石流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我看一下。有了，我看到了。你看，哎、欸、不少哎、欸，要大颗碎在里头，很碎碎碎的，可是探照都会热热的哎、欸，这很棒，融掉它，挖挖，是这个刮刮它，你要用力，用力，很难很难，你要看耳朵里面，哪看哦，看到吗？有了，敲它敲它敲它，哦，怎么办？你的很干哎、欸，你的更干哎、欸。对，我这是干耳症土石流。哦，对对对，看超难的哦，啊靠背。干嘛？就是有点不知道在干嘛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像快下来了嘞。哇，好大一块！哇哦！哇！哦！这什么叫声？有点小力一点。哦，哎，太快了，怎么办？超大一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需要夹子啦！你这个需要夹子啦！我也觉得。这个夹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不看了不看，看好吗？好，停，开一个，我看一下。我想要预约了。你在讲这个，这个不能自己挖，这个就是买的，没有办法。买完这个我心情更烦躁，因为我是那种土石榴耳朵，我是雪花一片一片落，而且是黏住的。对，你知道好烦躁，我好烦躁哦。快帮我预约挖耳朵了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真的好烦哦，我先走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挖出两个，好开心哦。好烦哦，哦，就是挖不到，你都看得到，挖不到是很痛苦，很难实力，对不对，业界？对，因为这样很怕掉进去。对，如果等下在里面打掉进去就傻眼。哎、欸，等下帮我消一下。